车的一个点。那因为长期以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候车亭，没有一个遮阳然后遮雨的一个地方，那等公车的邻居真的很辛苦。那市府相关单位我们也会看到好几次，就是碍于法规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候车亭的点如果要讲到法规的问题，那不好意思，这个候车亭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盖。所以我希望市府可以重视这个候车亭，让等车的民众，我们的里民可以一个遮阳或遮雨的一个地方。明道花园城站是九德里跟仁德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候车牌，但这边却因为法规的问题没有办法盖设候车亭，所以而民众需要一个候车的空间，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交通局还有相关单位来这边看能不能先增设候车座椅，以及看能不能跟这一块地的地主来协调是否可以内缩，然后有空间来做候车亭，来给民众更大更舒适的候车环境。